弹出给他唱不一样，我还蛮喜欢。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？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？还不如就直接做。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？得知早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直播是通知了，这边的直播是通知我各位购买双主播的关注，优先关注一下你们喜欢的主播。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。自从你说我起歌，生活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。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恰恰知道你是朵玫瑰。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。谢谢冲哥，感觉到好炙热，当我是你经过。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戴着护盖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。心间
飘荡的山间，就在九九三城市庄园，这是我老频道。喜欢看跳舞九九三午休午休嗨翻天的音乐，不要忘了点一点了。午休午休嗨翻天的，还有麦序上直播的关注，一定要关注一下你们喜欢的主播。直播时通知我，别忘了勾一下了。现在是179，咱们加油一下吧，然后往200的点一点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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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直播时通知我勾一勾，麦上直播的关注，右键关注一下你们喜欢的主播，一二麦的关注大家记得点一点。然后呢，这边那个小星星大家可以帮忙们点一下啊，现在是1300了，咱们加油一下把它往2000了点一点哈，兄弟们。手机用户左上方有一个黄色加号，大家可以点一下。是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需要观察的，你这一时半会儿你可能分辨不出来，但是没关系，点一下直播时通知，是吧？点一下直播时通知，慢慢观察，可能对吧？这边直播时通知我，点一点，手机用户左上方有个黄色加号，慢慢观察。是。
好了，没时间了。我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走了，大家不要忘了点一下直播时通知。电脑用户在这边，手机用户左上方有个黄色加号，我要走了，欢迎点心，下个麦序见了，朋友们。